Hai teman-teman, Assalamualaikum. Ini keseruan kita di sore hari sambil nunggu jam makan malam, main skipot bersama anak dan kucing. Ayo, ayo. Xiao xin一点. Oh, 我都抱得很开心哈。新妈在这里啊。哎呦哎呦，太跳了。那装了，你看他把给他卡，他咬嘞，你他咬啊。跟他说借过。哦，你是我，是谁？嗯？哎，爸。被他挡住是不是？被他卡了，你看。信吗？放开。No hold it. No. No. 放开，行吧？那里，哦，我没有出来。哦、刚刚对，大大跑出来。那里呢，小猪。嗯。那我在那里啊。不好玩了，辛巴放哨。哦，我累啊！不要扯到信吧、哦。你挡住吗？你挡住吗？弄到什么？过去。那个。我怎么不出来呢？他累了。我心吧，要不要？心吧，心吧，他能这样过吗？爸爸。这么卡卡在那里呢，你要踩到一米米长的尾巴。我知道，我没办法，等一下。他累了吗？你会抱他吗？什么？抱他然后骑那个。应该可以，但是他不让我抱。那静静的。好。怎么没有准？因为你用的那个橡皮筋不好玩的、啊，你晒摔，你摔摔的橡皮筋，对。就这样子，他们更不会玩。我就叫他们不会玩。那你又是什么样？你出来啊！出来了哦，出来了。他就发现。他跑出来了，那里呢？那里呢？没有跟着你。在后面。好了，哦，小心你的鼻子，漂亮鼻子不要被打进去。哎，来哦。哦，没有，他还在那边看。你要抱他吗？
那你先下来抱他吧，你先下来抱他。咦，来了来了，辛巴来了，你就闪一下吧，你下来下来一下。你看，那来了。蕾蕾，你现在要抱哪一个？应该不用抱吧，他们会一直挣脱我们吧？没有啊，试试看啊。那对，那个静静的，静静的抱他，静静的，静静的。对，因为你没有下来，到时候当然跑掉了啦。你先下来再抱他。你抱过来，我抱过什么？可以抱过我。我给你拿我好吗？你画这边。好。哎，这边比较难。咦。卡到椅子下面。那边无聊，那边直播。为什么有啊？拿。我滑手板吗？对啊。好。你出来了。把一只懒惰虫出来了。小懒懒。那胖子的人呢？你看小胖子的人。哎，被辛巴卡。哪一个啊？就是有一颗红点点的那个，然后呢边跑。红点点是哪一个？就是有红点点可以在地板上面，猫咪就会去抓。那个。你是这个包哦。先下去，先下去。先下去，对，静静的抱他，静静的 ，OK， 对，对，静静的抱他，让他安全一下，对，对，哦，不会，哦，会乖乖，他不相信吧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注意安全 ，Good， Good， Good， 哦，咦，你看到哦，他很开心哎，嘿嘿，不会了。辛巴更重好吗？哎，刚刚有什么？来，哎，他 good boy 哎，妹妹，你看他 good boy。没有，他没有 good boy。我放下来了。不要啊，他乖乖了，你看你干嘛要放下来？你小心，小心。我爸爸啦，我爸爸放啊，有，哎呦，哎呦，哦要，哦哦，要换辛巴吗？可以试试看。你先下来抱他，静静的抱他，对，静静的抱他，对。爸爸啦，你先抱安全，抱安全，抱舒服一下下，大家不会一直动，对。花，没有吧？我，你先帮我抱一下。被挡住，被挡住，只能我们两个，被挡住他们两个。
都摔的是不是？两个，哦，不行吧？抱你需要抱这么麻烦吗？对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啊，他不要。坏小猫。不要强迫他，不要强迫他。他不要，不要强迫他。哎呦，哎呦，呦呦呦，坏掉哦！哎，那会破掉，破掉啊！他不要，都不要强迫他。哦，我都抱得很开心哈。太巧，他叫我超小声。你看，不要抱，你看我们。以前是吗？是吗？在这里啊。那装了、欸欸，你看他把给他卡，他有嘞，你他有啊？两位不开心？跟他说借过。被他挡住是不是？被他卡了，你看，是吗？放开 ，No hold it，No， No， 放开，行吧？奶奶，哦，没有出来。哦、刚刚对，大大跑出来。那你呢，小猪？嗯。翅膀不会出来。那我在那里啊。哦，你饿饿啊？哦饿饿啊？温暖然后吃粉粉是不是？哦哦哦哼，哦哦哦哦哈，肚子饿哈，哎呦，温石板的肚子饿哈。本本呢？辛巴在哪里？你呀，teman-teman ya, ini si Oo tadi habis main sama anak-anak langsung lapar dia langsung makan nih. Oke, terima kasih sudah menonton videonya teman-teman. Semoga kita semua dalam keadaan sehat selalu ya. Jangan lupa untuk like, comment, and subscribe. Bye-bye. Was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. See you next video.